只见馋到流口水的网红爆款零食，第一名好吃到缩手指，第十名晚上想喝两杯又不想开火，一定试试这个蒋凤记的招牌五香牛腱子。这一袋150可以整块的牛腱肉，传统配方卤的特别入味，每切一刀都有筋有肉，吃起来鲜香劲道，平时做个下酒菜或深夜小零食都太绝了。第九名同事推荐的双拼千层蛋糕真的特别好吃，趁现在划算我又买了两个，一个足足1斤半，够家里人一起分享。由于泥和巧克力两种口味，用的都是纯动物奶油，入口即化，一点也不甜腻，肉眼可见的料特别足，配料表很干净，你们可以放心拍。第八名每次出去吃火锅毛肚都不舍得多点，一丢丢都老贵了，看我找到的这个川香红油千层肚，这样一桶2斤装才这个价，配上它自带的酱料真的是绝了，吃起来脆嫩爽口，鲜香麻辣真的超过瘾，追剧下酒来上一盘老姐茶了。第七名第二碗土豆片太绝了吧，有麻辣味、胡辣味，还有土豆条，麻辣鲜香超级香脆，尤其是这个调味香辣适中，不会很咸很辣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。第六名恶果木烟熏火腿肠，一箱6根3斤才20几块钱，它是上市品牌，采用欧洲工艺果木烟熏烘烤制作，果木清香丝丝入味，吃起来特别脆特别香，平时当的小零食下个酒都太绝了。第五名发现一款贼拉好吃的玉米糍粑，3斤24个都很划算，这一包是8个，烤煎炸煮都很好吃，我更喜欢煎着吃，外皮煎的焦黄酥脆，里面软糯 Q 弹，还可以拉丝，吃起来外酥里嫩香甜可口，真的挖到宝了。第四名原来有钱人的吃法这么花样，它外面是沙特进口椰果，里面是进口夏威果，一口下去先是椰枣软糯香甜，后是夏威果奶香酥脆，口感真的太美妙了，真的好吃到停不下来。第三名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柿饼啦，又是独立包装，常温也能保存，打开就是满满的柿子清香，上面还有一层柿霜，肉厚饱满软糯的外皮，咬起来很有韧劲，甜而不腻，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。第一名喜欢吃辣的姐妹一定要尝尝这个香酥鸭头，它是先卤后炸再炒的，吃起来外皮特别有韧劲，肉质紧实耐嚼，连骨头都是酥的，可以直接嚼着吃，香香辣辣的超过瘾。